他常吃花生竟得肝癌，原成分每吃一口都在滋癌包，你有吃？抹上一大匙在吐司上，大口咬下，那甜椒的好滋味想必是多人的罪。你知道，有提醒，如果花生品过高安全里，很容易而生取毒素 Aspergillus flavus， 毒素可是滋肝癌包。肝胃科文曾在提到一病例，一名70病人因食不振在半年瘦了5公斤，皮更是好，竟在他的腹部有多肝瘤，被中期肝癌。世上名病人日常作息很正常，也有喝酒的，在他住院期生也努力找他罹癌的主因，但是不管是 B 肝 C 肝病毒，是自免疫肝炎等，一切都正常。那时他患上肝癌呢，后才知道原为病人花生供十年，也常吃花生品，生研判就是他罹癌的主因。文提醒您，在1987年，世界生就宣布曲毒素是一致癌物，其中最容易生曲毒素的食物就是食物，因在潮的境下食物特容易，只要就生曲毒素。然的食物吃呢，在于花生品已看到花生的原型，所以最防，且食物也不容易保存饱。跟茶、花生粉及花生存在毒素的情最重，而其毒素需在260度左右的高才能破。除了花生粉，花生文表示血糕、小根玉米中也很容易出取毒素，不过文也民不必过于心，偶时用得癌症的帅不高，他大家不要常年吃某些特定品，食要多元化，如果能少吃加工食品就最好了。